这个玩法的刘禅会有一些离谱，因为他的追击速度会堪比韩信的三连跳，也就是说这个刘禅可以当半个韩信来玩，比如像这么远的距离，每两个位移是追不上对面的，但是我一个加速就堪比韩信的三连跳，瞬间就可以突脸带走对面。有了这样的移速，你既可以远距离突脸打出连续的控制帮助队友抓人，又可以开着峡谷最高移速欺负那些自称跑得快的英雄，就算是这个号称拥有六条腿的长跑冠军照样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，甚至我绕一圈都可以很轻松地追着对面打。而且你还可以像身法猴一样秀翻那些你打不过的英雄，就像这样锤一下再拉开距离，对面根本摸不到你，虽然你手很短但你腿够长，所以照样可以频繁的恶心对面。也就是说碰到打得过的你可以随便追着对面锤，对面很难跑得掉，碰到打不过的你开个加速跑路，对面谁也追不上你，就算是拥有小明和宗师双加速的典韦也只能乖乖跟在你后面吃灰。所以这样的刘禅既可以当刺客玩，又可以当坦克玩，就算是遇到逆风没得玩，你也可以出来带线偷打当老六玩，对面来一个人打不过你，对面来几个人又留不住你，对面不管你，你就可以一路拆掉对面水晶，最后是完整的峡谷最高移速出双铭文。喜欢当老六的小伙伴赶紧去试试吧。